小时候家庭环境不好，而且当时多数人家都是重男轻女，我的外祖父也不例外。他要求我妈妈事事都要服从他，不能有反对意见，不能有自己的想法，要凡事让着弟弟，否则就不是好孩子，轻则辱骂，重则挨打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妈妈的性格变得内向怕事。中学还没毕业的时候，她就出来工作帮补家用，为弟弟以后娶媳妇攒钱。但是因为性格的缘故，她经常受到同事的欺负。本是青春年华意气风发的年纪，我的妈妈却从未享受过轻松自在的日子，反倒一直生活在被周围所有的人否定也被自己否定的状态里，好像人生的乐趣极少，自己就不配过得开心。后来她结了婚生了我，当时中国正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，城市里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，如果生了儿子一家人都会很开心，如果生了女儿会被人瞧不起。虽然我是一个女孩子，但是我的妈妈很爱我，她不想让她自己以前的遭遇发生在我身上，所以对我百般宠爱。我大一点的时候知道了妈妈小时候的经历，心中愤愤不平，经常去找外祖父理论。妈妈虽然笑着说都过去了，但我知道她的心里仍有创伤，好像自己是个孤儿一般。人的开导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，不管我怎么劝她肯定自己的价值，她还是在那个圈圈里打转，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无所谓，就应该为家人为弟弟牺牲，像中了毒一样。直到她认识主耶稣以后，她凡事交托倚靠神，生命比以前轻省了许多。就算生活上遇到难处，妈妈也懂得借着主的话语去排毒。以前缠绕在心里的东西，借着听到读经祷告也一点点的豁然开朗。没想到到了晚年，我的妈妈竟然开始重新建立自己。大卫在诗篇103:5说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如果你也像我的妈妈一样一生饱受痛苦，那就赶快到主面前来吧，你定能获得新生。